Hello, everyone. 不要。Welcome to SBY Stuff Show. This is Yao speaking. 大家晚安。OK, 我们今天继续为大家带来创世人 1.7.2 自然生成地图。那么，我刚为什么会走下来，就是因为我要带大家看圣诞节特别版。哇，箱子全都变啦！我没有换材质包，我没有换材质包，就他自己全都变了，超强，真的。我们可以说法师人设好可爱吗？有人说你人设很可爱，你要不要回馈一下？好棒哦！好，那么我们这一集预计不要动啊，预计是找到沙漠啦，就是有点难度，但是我决定还是挑战看看，就是把这个地图玩到一个算是比较适合结束的点。刚听到什么？没有啊。对，法师说为什么你们今天会来这里？他说今天会来这边的都很可怜啊，因为 My God 啊，没有人陪你过平安夜跟圣诞节，今天跟明天会出现在我实况台，都是那个很可怜，没人陪你过的。不是我揍你，你不要自己讲，你自己讲错话就怪到我头上。哪有然后讲错话？那是你讲的。你敢说你不是你讲的？不是。他们其实还蛮快的，没有延迟，没有我想象那么久，因为他们已经打惨叫了。对啊，箱子啊那个啦，箱子啊变了，我没换材质包，它就自己变了，超强。像上次万圣节是万圣节吗？对啊，你不是看到南瓜小爱吗？南瓜本来就小爱啦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走啦，这一集找沙漠啦，远征的啦。不要，远征的啦，法师，对我们 skin 都换上那个啊，圣诞节版，哈哈，超酷。不要，圣诞节 skin 抢先陪大家过。不要，过圣诞节啦，过圣诞节。不要。我就看你能叫多久哈！不要，哪里有沙漠啊？这样子看过去一望无际啊！不知道有没有办法看远点，看远点。原来变这么高啊！难怪想怎么怪怪的。不对，这样更不顺。不要啊！100好了，100 FPS， 每秒100个影格。你好厉害！哪里有沙漠呢？没有关系，要陪我们。怎么觉得我现在也好可怜的感觉啊？我要再玩一次昨天的神跳水。呀呼呀！哦穿个没戏，那我扣零没沙漠，这自然生成地怎么没沙漠？穿个没戏，哪一张？这张是我的。我要喝个麦香红，你不要捣蛋啦！我只玩到9:30，不要花太多时间捣蛋。成。啊，天亮啦，走啦。Hello， 鸟巢 ，Hello， 可恶，没局，干嘛这样？要不行，陪我们啊，一股的伤心。我等一下就要去陪一股啦。屁孩，屁孩，你是不是羡慕我，对不对？因为没有人可以当你陪。你不要给我讲恶心的话，我会揍人哦。我要羡慕这个干嘛？啊？羡慕这个要干嘛？啊，我知道啦，你等一下去沙漠的时候叠一只雪人出来，叫小爱陪你过生日。喂，大哥！啦啦啦啦！这里是哪里啊？啦啦啦啦！天哪、啊！等一下，我怎么下去？你这很过分我完全下不去啊！啦啦！哎呦！你应该啦！啊！等一下！三个半死！要求啊！你应该耶！对啊，你嫉妒我对不对？嫉妒在干嘛？你也有实况，还有恭喜加油！
你到底知道我怎么回去啊？我不知道啊，你有事没事？你把我 TP 过来，我根本完全没方向感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个来来来，我 TP 你哦。家在哪里？这里呀、啊。安安。Water。掉下去。你以为傻傻相信波吃？我是说波吃，不是说波吃啊。哦。我带你回家，给我钱。不要讲那么恶心的话吧。我都还没把种子种完，你这种白目呢？呢？种完干嘛？呢？阿南 ，Hello。你英文很好吗？因为小强都给你念英文的书是。我等一下，为什么你会？你从哪里听来这个那个的？你听从哪里听来这个说法的？不记得是吗？小强什么时候拿英文书给我念？我怎么都不知道。是有点好笑。啊？怎么听起来有点好笑？为什么？不知道小强画面说什么？小强拿英文书给你念。小强拿英文书给我念。第一次看直接实况，好开心。难道还有间接实况？有啦 ，YouTube 啦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大大。你先把我们家的坐标记好啊。昨天不是有人打出来？你记得你？不记得。记啊。不要。你先好，你找沙漠，我记。不然就要做个指令，就要做个指令方块出来了。指令方块，你还不是只能在那边在家里按？没有啊，你可以随时随地按啊。你这样按？对吼，对吼，也是要记那个啦。屁孩！打我啊，小笨蛋！你敢 TP 我？我现在忙哦，你不要闹。有我忙你？很忙吼。在家里，在那边。家里是，我看一下，44712694479，44712694269，好，蛮好记的，44712694269。等一下，三分钟后你就忘记，跟你讲。脑皮没有开啦 ，QQ。老皮啊，看我台啊！啊，我知道我比不上老皮啊，因为老皮不是比不上啊，老皮比较好笑。44712694，你看我还记得啊，有没有很强？羡慕我、啊。才过一分钟。不然你要过多久？过多久？多久？多久？我身上带着16个萝卜，我好强。64个烤马铃薯，你是不是欠扁啊？44712694，对，骨粉分解掉再放进去好不好？骨头分解掉，骨粉，骨头分解掉。好，我也要去。哎、欸，要，我要前往自己的道路去寻找沙漠，我才不要被你分解掉。干嘛啦？我分解了骨粉哦。所以呢？好厉害哦！你不知道。欸，我要坐船。给我钱。啊？给我钱。什么钱？什么？44712694，我还记得。没人看我实况。没关系啦，谁一开始不是这样，是不是？会累个，应该短暂吧。把你右下角。不要学我。把你右下角那个画质调成 low 看看。你又知道我要讲什么你？不然你刚刚在讲什么？44704070 70 没有 4 70。哦哦哦哦哦哦！喂，大哥，我船回了啦。你应该耶。我要去找沙漠，才不要跟你走同一条。目标没有差那个4啦，那个4不会差多远啊。你等下 TP 到墙壁。有差你？有。超长甘蔗，对啊，那是法师拿来当地标的。可红其实用处没有那么大。欸，为什么他们有时候看的时候说会累个，然后我自己回去看回放就不会？问我，我直播都失败，我问你都不回我了。我哪有不回你啊？回你？我还为了你做一个教学影片出来。哎，我就是知道你用根本就是废话嘛，屁孩！我回溯。我现在很生气哦。那怎么办？欸，如果哪一天，哦，算了，我还是不要讲什么了。一家，两家，军工，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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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工，
啊，金刚，哎、欸，我还真的，哎呦呀，应该的，哇，屁啊，一直那个害死人哦，什么一直那个啊？我一直那个啦，你那个怪我嘞，不怪你，怪谁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好像真的调太高了，你看我差点摔死、欸，你怎么没事？我厉害，平安夜不要生气，对，平安夜不要生气。我也是没人看的，希望没关系啊。谁一开始做不是这样子？我一开始也是这样子啊。开始打架这样子啊？怎样？管好白目。管白目。不懂就算了，等下跟你讲。啊？来跟你讲。哦。哦。好好笑的叫声，什么？我刚有叫吗？没有吧？不知道。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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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请说中文。中文。小强想知道你最后面成就是啥？有有有有观众帮我们打上去了。之前我去跟他讲一下。对啦，也是要跟也是要跟嘎爪讲一下，我在找时间跟他讲一下。他说为什么他说XNRC有问题，好像有问题啊，都找不到我们。有吗？真的假的？啊，我一直都在现实，没有。我哎呦，灰球图啊！什么灰球图？灰球球才对。你不要那么白目好不好？啊，回去刚刚的问题，那个话题。问题。哦，大蘑菇。啊，你找到蘑菇了？真的假的？大蘑菇一颗。哟，谁长的、啊？是什么东西啊？哎、欸，好大颗哦。你真的没有什么话要对俊士讲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有很多话想跟你讲。那你帮我讲。啊，我要帮你讲什么？天哪，都汪洋大海一片呢。哎呦！干嘛？岩浆把技术给烧！哎呦！哦哦，你没死哦，是我获得成就。我想说怎么出现那个哎、欸？白目。我想说你死了，好可惜、啊。白目。哦。这是我的大航海时代，搁浅，搁浅，搁浅。岩浆把大树给烧掉了。哦，黑橡木。哎、欸，我以为跟铁卷门一样，撞到荷叶要毁掉了，吓死我。有改过了。你说为什么岩浆会烧到树啊？地表的、哦。你知道、哦。我的大航海时代，现在。我刚刚差点问，为什么这个是新树吗？怎么砍那么久？哎、欸，对，俊士说你的话语只有安安。新宿砍那么久，新宿不是在那个日本 ？AS26745860 安安，哎、欸，干嘛这样？我没有讲错，新宿在日本啊。哎、欸，现在变成船撞到荷叶，荷叶会毁。他不觉得好厉害？对吧、啊？我的大航海时代，爽哟。哎、欸，那是什么？为什么会有绿色的东西？哦，花花。要不要盖房子、啊？我们哎哎哎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撞个荷叶毁了？为什么？弄我了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撞个荷叶又毁了？天啊！你不要乱开哦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撞个荷叶会毁？怎么恐怖呢？不是啊，为什么？不是一点一才会有吗？为什么？我的船。应该啊，游回家吧，你成了遇难者了。我的大航海时代啊，大航海时代那个沉船也很正常啊。安安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到底为什么？有那么恐怖呢？不是啊，这不合逻辑啊。很合逻辑啊。哪有？这荷叶像冰山一样啊。你不知道？哎、欸，晚上好。船也是会坏的，船有耐久度 ，really。怎么看船的耐久度啊？然后 skin 好，多撞几片就不知道了。嘴开，什么多撞几片，无耻、欸！啊，要撞树啦！你开船开到撞树？因为我在沼泽地啊。哦。嘣！白鸟不太适合开船。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，撞荷叶毁啦，太过分了吧？你还在试多久啊？撞到大约十个就会回，真的假的？还有人帮我算哦、啊，这么猛，潮哥，我还没找到沙漠哎、欸，沙漠到底出现在什么地方啊？啊，我已经好久没看到沙漠了。对啊，
都有看到那个沙子啊，可是都不是沙漠就是了。我们这个地形就一堆树，一堆树跟一堆树。不然呢？树太多了啦，我不喜欢。四四七十二六九，嘿，我还记得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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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听什么屁啊？冲快一点，什么东西冲快一点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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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的远处一片白白的，是什么？哼，跟我 PK 啦！我这叫不叫的吧？神机二，什么神机二？二很快。哦，神机二，我想是什么神机二？神机逗号二，你知道我是理解三人，我理解成这样。就别又晚上，我不敢出门了。要回家吗？要回家吗？我回不去啊，我这边这么远。你直接 TP 啊！我不是有记，还要重走，很累呢。也是啦，我不回去。那就盖个临时避难所吧。你要乖乖等级、欸，好多这种花哦、喔。你要乖乖等很久。酷的弓箭手。Yes, 等。酷的弓箭手，手手手。不要太过分。啊哦哦哦哦哦哦！大哥大哥，不要这样不要这样，我是无辜的，不要滥杀我。这张，哎呀！不要动我，都要水。我不会走着走着就走回来了吧？哎，临时避难所，这多棒啊！被巫婆追喽！啊？巫婆在追我。你要高兴啊！你这辈子终于有人追你了。又不讲话。快到了。你现在非常生气哦。我更生气哦。算了。你气屁啊！走在水里，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很安全的一种方法。对啊，好多花哦！啊，神回避，呵呵呵呵，呵啊啊！神打击，神打击 ，strike them！ 现在住在啊，总现在待在一个大概是 Y 字形的东西里面。Y 字形是什麼、啊、用泥土盖个类似 Y 字形的，泥土盖个 Y 字形，不是下面一个，然后上面是一个杯，用个杯字形啊。你在躲怪物啊？你以为等一下，你以为盖的高就有办法躲怪吗？你等一下，酷鲁光箭手射你啊，不是下来？你忘记我就是做刚才跟你说 Y 字形或是杯字形啊？好吧，有墙呢，那个墙比我高哎、欸。然后结果、啊、你告诉我哪一面墙比人矮好不好？有啊，哪一面？我拿走给你看，要不要？不要。先不讲这个，可是正刚我这么讲完之后，刚好看到我转头一看，后面山坡的骷髅弓箭手站得更高，看他在那边看着我。你应该啦，我超讨厌的。有好多骷髅怕，救命啊！我要跑了，绝命大逃亡！我要吃吃，我要吃吃。哎、欸，你那晚上，我这家伙认的，应该耶。晚上都不工作在那边，我现在积极找路哎，你嘞？我不用整理包包，暂时不用了。屁嘿！我在那边晚上也出来工作，你嘞？在那边好奇。你不知道这边怪有多好，你又没遇到巫婆什么的。Y O N N I E R 还能。啊！你是有遇到巫婆什么的你？为什么没有？没有你？啊？啊？你刚讲什么？什么？我现在很生气哦。我也很生气哦。1.7点好像没有蜘蛛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，我刚才被吓到一只。我刚才被一只吓到吧？怎么被吓到一只？都一样意思啊。讲话都不会讲了。哎、欸，有巫婆！哎、欸，两只巫婆！我中毒了！我中毒了！我中毒了！中毒会死吗？中毒会到死吗？巫婆中啊！也要遇到两只巫婆。哎、欸，中毒会死吗？不要，会剩下半格啊！会剩下半格啊、哦！对啊，先想办法把自己关起来。不是我记错了，我忘了，好像跟模式有关吧，还是我记错？对，会剩下半个。先等他解毒，等他解毒。
对啊，好多白话目。不要再跑回去看。不要再跑回去看了啦。不要修。为什么？好难啊。晚上那么久啊？啊？晚上也太久了吧？十分钟啊。很久呢。对啊，剩半个，我现在剩半个，我等他回血一下。顺便看一下你们到底打了什么哈，法师名言什么？姜老夫人 1.7 那种，好像没有蜘蛛。哎呀，是摇哎、欸，嗨嗨，长长的是草吗？摇摇嗨嗨 ，Hello， 法师屁孩啊，里面好多白花木。有你知道红石口袋 MTW 有被采访，而且我要拼啦，知道啊，然后再跑回去看，你要听什么？我说我要拼了，拼啊！哎，法师，捡钻石。要解腻，错。为什么看会那个？你右下角那个画质较低一点。哦，又找到一颗大蘑菇。我以为你找到钻石。哦，捡钻石。谁射我啦？哦哦，蜘蛛骑士，骷髅骑士啊、哦！到底怎么念啊？你问我，我没空啊。哦。哦、oh. ，好多大，好多大蘑菇哦！哦、oh. ，怪物有点多。Damn！ 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不要射我！走开！啊！哦、oh. ！死掉了！哎，怎么那么多酷鲁弓箭手啊？讨厌呢、欸！你知道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因为。因为什么？我和法师啊，请 Ben Ben 谁？那个 Jenny 不，哈，你 Ben 啊，我这边不方便。哦哦，牛皮装的，苦力怕请爆炸，这时候请发挥你的功用，帮我爆炸一下。这边真的好多大蘑菇哦。苦力怕请爆炸。你看我讨厌的。哦，哎，这也在超讨厌的。Holy fuck！ 哎、欸，这边酷弓箭手真的超多，我全身都是箭，哈哈哈。应该啊，我全身都是箭。应该啊。英文破破，什么东西破破？到底什么东西 ban 啊？我真的没看到啊。哎、欸，下大雨了。不重要。你要关天气吗？不是没差。关一下，你关一下。我会你。哇、哦，超没用。Chinese motherfuckers kappa 哦，那个、哦。他们全部照着念的。那个叫做没看见，不是叫英文破破 ，OK？ 哎，我超强哎，骷髅大军敌不过我，呵呵呵。冰原雪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什么树啊？这怎么、啊？什么树、啊？长成那样子？对啊，他打圈圈中国人，没错。哦，哦 ，damn！ 你那么喜欢射我，你来啦，都来射我啦！怎么怪怪的？啊！没救了！哎、欸，大哥，我看每次听你叫真的是很有很干嘛？是一种乐趣呢。上面是一种，你是弓吗？哎、欸，我的那个直接被炸掉了啦，木材直接被炸掉了啦，超酷！有差你？有啊，我身上木头就已经够少了哈，害得我要砍树。木头木材好多，好烦哦！装要爆了！没有了，还有半条啊，还有半条够用。木石之钥，木材上条的。我二两只科包。离开了冰原雪域。啊，这样你看不到小爱嘞。哦，原来刚那棵树是那个哦，被苦力怕炸掉了是吧？我想说总会飘在半空中哎、欸。是你吗？啊？
啊？你刚刚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什么？你刚没有？我说你刚。哦，大面积的石头跟砾石。我被我的叫声吓到啊！哎，这砾石好大一片哦。啊。沙砾砾石。好大一片碱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裸露的。碱砾石。嗯。安安。嗯。这一点七点二还真有趣啊，煤炭外露。我也找不到其他地形啊。我也找不到哎、欸，怎么那么难找啊？是我听错吗？哦，陷阱。听错什么？啊？你走到什么？为什么会有陷阱？没有，纯粹地上一个大洞而已。白痴啊！那不叫陷阱，那叫你蠢。不要太过分哦。爽啦！真的有沙漠这种东西吗？怎么突然觉得？就以前玩的沙漠多到我不想找哎、欸，那、啊、现在呢？因为沙漠都是沙而已啊。废啊！哇，你这样不然沙漠有地狱岩吗？森林里面有林有森吗？啊？有林啊？有林啊？你知道森林这两个字总共有五个木，里面全部都是木啊，不然是什么？沙子里面也没有少啊，也没有。有没有水？也没有木啊。巴瑞墨还有三点水、欸。那边是雪地吗？远端看到有那个白茫茫一片。烤烤烤烤烤烤！哎、欸，哦，萝卜效益这么高哦。萝卜。哎、欸，牛牛，哎、欸，我在这世界好像第一次看到牛哎、欸。看到过了。啊，该不会你要去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就是你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吧？难说。少是啥？就沙漠的那个、啊，沙漠是水少啊。哎、欸，对，这是也是另一类的会议制啊，水少就沙漠。好恐怖，对吧？另一类的会议制有没有？水少，沙漠，哈哈。一点七点二自然生成比较奇怪了，这样子。我看看，需要帮你打点血回家吗？不要太过分哦。好心帮你打血。真好心。啊？你会好心，不然呢？不然什么？我人最好了。你不要太过分哦。到底这世界到底有没有沙漠？我很怀疑。我站在世界最顶端来看看。我把视野调最远看一下。Random。哦。十五。哦，看好远，看好远。天啊，这食物也看太远了吧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慢慢跑出来吧！你们在我面前显现出你们原本……那句怎么念啊？我是你殿下星月丁的小樱命令你。哎、欸，真的没有沙漠哎、欸！我不想理你。一股哦，哦对，明天我们圣诞节，明天圣诞节我跟一股一起拍实况哦，圣诞节特别活动，哈哈。想要，眼睛想要被闪一下的可以来看，当然不强迫啦，如果你真的是个 M 的话，你就来吧。是不是拜祭？是啊。我会发现真拉不回来，是有没有这么可怜？你真的拉不回来，不要吓我。七，八。你们很烦耶，到底是打什么字啊？什么？什么？讨厌科比？谁是科？哦，我好像我的观众没有啊，怎么会讨厌？哦哦，我这个地方看起来东西是外海的，我还是看不到任何东西。那个叫海外，不叫外海。那是北基尼。你自己讲错的、欸。那好，为什么要叫海外？啊，人家不都讲海外吗？你有听过外海吗？你有听过什么外海贸易、外海国际那个什么外海军事？我不讲那个，你白痴啊！不然呢？不想理你。我看一下，怎么办啦？好像没有半个沙漠地形哎、欸，我要 QQ 啦。应该。你不要忘记你也在玩。我没事。安安，跟我高空跳水，不同，
怎么听起来那么屁啊？还真的有水声欸。白目哦。明天几点？预计是晚上八点多啦，多。这画幕怎么高啊？欸，等一下，这画幕也太高了吧？为什么画幕这么高啊？对啊，每一颗画幕都好高。他立志比要比你矮。我现在非常生气哦。然后呢？哇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橡木吗？怎么橡木也长那么奇怪？立志长得比你更奇怪，不对。这样讲代表你不奇怪，这样不行。传说中大家一直说的小爱没有啦，观众里面的小爱没有一个真正是法师喜欢的那个，不一样。啦啦啦！哎，蘑菇，我也看到蘑菇了、欸。蘑菇还是蘑菇？蘑菇。他都等于。哎，怎么办？我现在走到的都是你刚来过的地方啊！你刚刚说什么地表岩浆湖嘛？哦，我现在也看到了。你又知道我跟你讲的同一东西、啊，不然呢？不然附近有没有被烧掉的树？附近有没有被烧掉的树？我哪看得出来啊？有没有那种渣渣啦？没有啦，那就不是了。对啊，1.7.2白花木好高。哎、欸，是1.7.2才这么高吗？还是本来就有这么高的？不用工作了，明天卖墨镜就是你一年的薪水。哎、欸。哦哦，休克了，休克了，怎么办啦、啊？对啊，好多地形啊，我就快把1.7.2地形都绕完了，还是找不到半片沙漠。1.7.2沙漠有这么少吗 ？Hello， 能不能给我一个沙漠啊？这个是山木啊，山木不就那个吗？雪的地方才有吗？啊，既然是雪的地方才有，那表示雪的地形也走过啦。现在就只剩下沙漠啊，给我一片沙漠好不？再不给我沙漠，就要第二天的，又要第二天晚上了啦。哦，这是什么？潜行地洞是不是？真的，潜。哎、欸，没有啊，好像是啊。这掉什么地方去？我觉得洞还蛮深的，要探险。想想哈，哦，欸、我真的，明天眼科爆满，哈哈哈！哦，哎，我这样故意引爆苦力怕会不会很机车？嗯？我一直故意引爆苦力怕，有屁嘿，在屁啊！怎么办啦？持续走下去 ，Keep walking，Johnny Walker。你有喝过吗？我哪可能？哦，你又站在说，哎、欸哦，我看到树烧起来了，不会就是你刚那边吧？烧那么久你？可是真的有树烧起来了、啊，烧整棵哎、欸。不能搞天，我现在这边树多到都是只能在树叶上走。等一下这里烧得太旺了吧？我还是找不到沙漠啊！哎、欸，你怎么那么强啊？不、哦，所以我们两个现在根本先抢 ，OK， 拜拜。我们两个现在根本是走那个嘛，就是对方刚走过的地形，是不是？什么？不可能吧？没那么刚好。我不知道啊，为什么东南西北我们两个刚好反方向走？太奇怪了吧？哎、欸，两个是吗？看看远端。看不见。然后在黑橡木的下面跑太危险了。跳动那种。就是讲我的画面好钝好卡，我有时候会讲好跳动，这是什么？拿铁上线。哎、欸，这是沙漠吗？沙子比刚刚看到的都还多呢。这是岩浆湖。啊？岩浆湖。岩浆湖怎样？不会 1.7.2 的沙漠就这样小小一片而已吧？嗯，不可能啊！我现在已经来到了好远的地方，拍到几点？9:30。可能牛被树叶困住了。哦，这可能是沙岸之类的吧？哎、欸，还真的是沙岸嘞、欸！我救了3只牛出去。啊？
那曾经有被树叶困住，我救了他们。他不就好棒棒？对啊，我超棒。惹人厌呢。叶。叶什么？什么？你妈在讲话哎、欸。你不要太过分。你妈自己要讲话的，难道是我？你不要太过分。这里怎么那么多 大蘑菇啊？我发现一个多人伺服器很好玩。多人伺服器，我现在根本不知道自己跑到哪里了。哎、欸，遇到蘑菇，然后又看到一大堆岩浆虎，就是没有沙漠。真的哎、欸，我现在晃到好远的地方来了。你看，哎、欸，我们家是哪？我们家是4470啊，4470、啊。我们家没有。4470269，对不对？哦，我现在已经10777621088了、欸。八，等一下，等一下讲。怎样？我被追赶中。太夸张了吧！85683108282。那我其实跟你不远，距离不远。啊。哎，怎么下来？怎么下来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好，回收我的船船。我喜欢吃萝卜，不排斥了。天萝皮。哎，蜘蛛晚上会攻击人哦。会呢，它就是晚上咬你的、啊。是啊、哦。你们这样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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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这也是够屁的。我要盖个临时避难所，我的避难所。够屁！哈哈。啊啊！我就一辈子住在这里好了。啊。哦，好安全，好安全啊！好安全啊，超级安全的！就不要带你飞出去就好笑了。啊，不会啦，不会，超级安全的这块地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根本是准备，这根本住了会得幽闭恐惧症，好不好？你知道我现在在一个怎样的空间吗？对啊。三乘一，等一下，这种多少？2×3，2×1×3。你应该。对啊，我没有找到沙漠，找到沙滩，我就外面都是男人，就出去面对。我看一下外面的情势怎么样，再决定。哎呀，等他靠近，等他靠近。扑架，哼哼，哈哈。明天几点开哦？不知道，在锁定动态的哦。几点开？哎，八了。又打人！我这，哼哼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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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打你吗？吓死了！我这，哈哈，哈哈，哈哈，我强啊！等一下，我的临时避难所这时候要有用，我们要不理你啦！抱歉迟到，但是没关系，其实也只是在15分钟就要结束，也没什么。屁孩，我身上的食物也快用完了啦。哭啊！然后又一直有酷弓箭手的声音。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我现在怎么形容我的害怕吗？给我钱。啊？啊？原来难以形容我的害怕、欸，怎么会怕成这样子啊？不要太过，而且感觉我一直往内陆走，离海越来越远。我本来可以在海上避难，不要，本来可以在海上避难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，怎样？太过分了！你妈一直在讲话，我都听得到。还塞瑞，不然呢？哦，就是要出来跟我面对就是了。爆炸，快！哟呼！感谢你啊！你那么讨厌啊？我听你那么讨厌。感谢他。先拜我。没食物的话，吃腐肉为生。哦哦哦，那叫可怜啊！有哭工，有哭工，有哭工，哭哭哭哭，咚咚。有哭工，有哎，
鬼打墙哦，为什么会走回来同一个地方啦、啊？在森林里面真的很可怕。真的、啊。今天七点以后开吗？对，我甚至可以说是八点以后。还有 Ender 哎、欸，怎么这么可怕？怎么开？啊？明天几点开？不要太过分哦。要凶人。对。哎呦 ，Enderman。对。Enderman 哎、欸、，Enderman 会不会？哎、欸。回到沙滩啦！回到沙滩啦！这是我美丽的沙滩，我想要做成。看到冰原雪域了。啊！冰原雪域。哦哦，蜘蛛还追上船来了，是怎样？蜘蛛跟我一起上船了。应该。那撞到鱿鱼会不会那个、啊、船会不会垮掉啊？哒哒哒哒哒哒！我现在看我的坐标跑。9889999999999破千啦 ！X 坐标破千啦！很臭屁的。Y坐标持续在62。哇，天哪！我现在还是高度哈，那大概不会变。这是我的大航海时代，我接下来要航向哪里呢？讲那个触礁沉没。什么触礁？哎、欸，你这夸张哎，什么触礁啊？哎、欸，对。隐约可以看到下面有土地存在，可是我不想下去。大航海时代，我们就看看这艘船会飘到什么时候吧。也是用飘的、啊。我现在 W 一直按着。喂、欸、哎、欸。大航海时代是用飘的，如果。哎、欸，那边有东西，那边有东西。天哪、啊，这是什么地形啊？我觉得好像不太好。Beautiful bench。哦 ，beach。我第一个短信。大航海时代，哎，那是沙漠吗？好像看到一点。这是什么？是沙漠吗？不是啊。酷酷哦。逝世70269，请问明天什么节日啊？就是。酷酷节。等一下，这沙漠吗？不够亮，看不到。不是。还不够亮，看不到。我要迎接第一道曙光。来晚了，我的饥饿度坐船，哎、欸，对，坐船饥饿度会不见了，发现了，哟呼，我已经在海上迷路了，没关系啊，我就是想要找到沙漠。安南 ，Maple 吗 ？Maple 安南，你知道有一款 RPG 叫做 Maple 啊，然后真的超难破的，那个什么，我听那个奶。哦，那个，居然是我那个，吓死我！奶油跟给绿玩啊，他们都说超难破。卤蛋也说他第一次玩国产 RPG 玩到三个礼拜还破不出来。就地获取食物。我的声音有点小，对啊，啊，因为这是内建直播，内建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船真的有耐久度这种东西哦？为什么开一开还真的会自己沉掉嘞、欸？应该船哎、欸，他真的自己沉掉哎、欸，太夸张，不夸张，这真的没有自己亲眼看到，你知道吗？安南第一次看我实况 ，Hello， 哦，牛不只有牛奶啊，牛不只有牛奶，那还有什么？还有牛不只有牛奶，还有什么？牛肉，接话、啊。我今天跟当地土著征收食物。哎、欸，对吼，你不是还有发现一个村庄吗？我们都还没去那边看过。等一下。我们这些土著一直磨磨叫哎、欸。等一下。他语言不通。等一下。那沙漠吗？是沙漠吗？这么好。拜托是。把蛇声音有点性感，呸！欸，我看到一个好大的沙漠做的山哦，那是沙漠吗？不是，好大的沙子做的山，那是沙漠。有刚看那个好大一个沙漠，我看到仙人掌，所以这是沙漠吗？哎、欸，好像真的是哎、欸。那不叫好棒棒。哦，沙漠，找到了，真的找到了，被我找到了，你要 TP 我吗？等一下，我这个现在土著打到什么？沙漠是沙漠耶！可是我也快收台了，真是的。
哦，白木没有冒险到手，能看吗？沙漠神殿啊，我也没有关系，还是怎么样？哦，找到了，对，沙漠神，你说什么神殿哦？我看一下哈，对是，是沙漠。为什么第一次看到沙漠？不是，我第一次看到沙漠那么开心。我看一下它坐标，哇，它坐标已经194571，然后1272了，1945哎，要2000哎，1945，对啊，干嘛？台湾光复你？哦，空山。哦，1945台湾光复啊，从1895到1945，不像啥呢？日治时代的结束，沙漠好高，对啊，超高的这。这是沙山吧，比较不像沙漠，像沙山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哦，不要收啦！牛排。明天还要烤哦，真的是沙漠，可是就这样一片而已哦。真的假的？这沙漠也太抠了吧！笑屁哦！哎、欸，啊，就真的只有这样子而已哦。哦，这样，没事。啊，结果也就只有这样子啊，这沙漠干嘛？唬我、哦？应该耶。我现在非常生气哦。哭啊！你知道我现在愤怒指数有多少吗？我揍你！有南瓜屁啦！沙漠里面怎么会有南瓜？那是仙人掌吧？有南瓜屁。上面有南瓜屁。哎，不知道为什么莫名的有点生气。不要收，不行啊！反正延伸五分钟是会怎样呢？说看明天的啊！哎，真的，沙漠就只有这样子而已，搞得我有点难过。再延长几分钟再找一下下。我好难过、哦、啊！就这边而已啊！我这都看到了哈、哦。不然我要前往我的大航海时代，大航海时代很久呢。你找沙漠干什么？我找沙漠，想找、那個、八只僵尸。想找啊？僵尸八只跟我说你好。八只哦？是啊。太少了吧？你来？去哪里？知道。而且后面还在排排站，太可疑了、啊、这个地方。总比法师的进度好，也是啦。你看我进度都比你好。你要我过去？不要吧。我好不容易，我没叫，我没有叫你过来，我先下去看看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里耶，不然坐标要记好，然后插个牌子在家里。插个牌，哦哟，惊死人要割。哎、欸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等一下，这树上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我，哎、欸，这是不一样的木头吗？我，这什么木啊？我不知道这什么木哎、欸。那是我，那是你。哦，我知道这是什么。我跟你讲，你在哦。为什么这边会有一个这么大的洞啊？这也太吓人了吧！我来看一下这怎么下去哈、啊，哇，这一下去肯定死啊！相思木，为什么相思木呢？哦，纳吉，哦，纳吉两只，哦，三只，哦，四只。哎、欸，法师。不要，母龙母龙洗马屎，是我打你、啊，来吧，你们忙得要死，你还在母龙母龙，母龙母龙洗马屎，难道又要前往我的哦相思木哦，真的是相思木、哦，我以为他们扯我的，又要前往大航海时代啦，你也是够屁的。啊！为什么？我觉得我 W 键一定会坏掉了，这大航海时代。应该。我的 X 坐标还在飙哎、欸，快3000了，没有，快2500，快2500。应该。啊！杀回了。应该。X 坐标怒飙。母龙母龙西马斯。你在摸？是不是我在摸？什么？母龙母龙西马斯。
哎，法师，法师，法师。摩罗摩罗提玛斯。哎，法师。摩罗摩罗提玛斯。可以扒了哎。不要打人。回头啊！不要，不要回头！我要，我要，我要。我们都没关系嘛。应该是对瑶说对不起才对吧？什么东西发生什么事了？聊天室有什么东西吗？嗯，大航海时代。哦。怎样？没没关系嘛。帮我翻译一下啦。没没关系嘛。翻译啊。没没关系嘛。好啦，看来这一集找不到。哎，不对，这一集有找到沙漠。算吗？算啊，为什么不算？杀三一点点好啦，不然 X 坐标找到3000好不好？摩罗摩西吗？等我 TP 过完你就飞回去，给你啊 TP 你就完蛋了南瓜阿登是什么？哦，花花草草的花花草草摩罗摩罗西吗？我揍你。我觉得载入越来越多东西，等一下我伺服器会不堪承受就爆掉了，有可能啊。然后你就看我电脑爆炸，烧得很旺。我笑死你。凶哦。哦，花花海。真的没东西了哎。花海。啊。花海。你是这辈子第一次看到花吗？看到花那么兴奋干嘛 ？X 坐标走破3000啦。X 坐标要破3000哦。对啊。现在90而已。我现在破3000了欸，我可以 TP 你吗？可以啊，把你 TP 过来。不是不是，你 TP 我，你 TP 我。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 TP 我啊，你 TP 我啊。不要嘞。不要就算了。TP 我啊 ，TP 我啦。不要了，我走那么远了 ，TP 你全。OK， 晚安，军师跟你说拜拜啊。拜拜。好啦，我也差不多停下来了。哎呀，自然水井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你知道吗？我超弱花的啦。自然水井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它是自然生成一个水井啊。是哦、喔。是啊，这里可能也没什么东西啦。超弱花的啦。好啦好啦，我 TP 你好不好？我 TP 你，我 TP 你。为什么？啊，算了算了算了。你要不然你记好你的坐标。我看一下。3000 3000 62 61，我在海上啊，历史欸，所以我才叫你 TP 我。哟呼！哎呦，哎、欸，真的好多花。等一下这里我刚来过啦，看过类似的啦。啊？看过类似的啦。要真赔啊！好啦，那么这一集实况可能就对啊，到这边差不多告一个段落了啦。那明天晚上预计8点多吧，多哦是多，因为我8点才下班，所以明天8点多可能不是可能，明天8点多跟一股一起开台湾创世神喽。那么超随便的，怎样啦？那么就算是我们的圣诞节特别活动吧。嗯，好，那今天实况差不多就到这边结束啦。那各位观众，赶快去休息、洗澡、睡觉、吃饭吧。那么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